的青年合唱团王城团长，尊敬的卢海田参赞，尊敬的嘉宾们和亲爱的音乐爱好者们，大家晚上好。七月是一个热情张扬的季节，七月是生命、万物、青春格外蓬勃的季节。在这个本来可以欢乐悠扬的日子里，河南却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灾。社交媒体上一张张令人揪心的画面，一个个场景都令人窒息、流泪。我们的同胞在受难，我们的同胞在呼喊。我们原计划为 NHS 筹款的音乐会紧急转变了筹款方向，为河南灾区献上一份爱心。今天的音乐会不仅是一场音乐表演盛宴，还有超级抽奖大礼包等着大家。让我们每个人捐出一份爱心，你大要家看音乐携手会，共度难在关。这个 Zoom 上面，他在手机。我们我刚才说话都有声音吗？好像有人给我关了一下，是吧？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大使馆卢海田参赞，莅临今天的音乐会，也得到了英国女王代表的关注，以及英国众多华人社团的支持。出席今天盛会的有北京联合会李海会长、英国浙江联谊会暨双贸会黄平会长、剑桥华人社区孙伟主席、英国陕西联谊会贾海波会长、英国广西社团联合总会魏兆彩会长、伦敦红玫瑰民族艺术团韦琼团长、英国德印太极学院李辉院长、中英戏曲协会邱增慧会长。各位嘉宾的出席，令我们 Zoom 云端蓬荜生辉。下面我们恭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英大使馆卢海田参赞致辞，欢迎。尊敬的王城团长，各位侨领，各位侨胞，大家晚上好。今天我很高兴来参加彩虹的爱为河南赈灾公益音乐会。首先，我代表中国驻英大使馆对这场音乐会的举办表示祝贺，对各位团体的付出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单，我觉得今天晚会可以用三高来形容。第一，就是我们参与度高，主办的团体就有15个，而且除了我们华侨华人的团体，还有英国的团体。当然了，参与的侨领就更多。出席音乐会的这个侨胞更多，所以这叫参与度高。第二，水平很高。这个节目内容是各位艺术家、中英艺术家联袂那些劲歌金曲、戏曲，大家都很专业，水平很高，内容很精彩，值得期待。第三点，也是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晚会的公益性、目的性很崇高。我们是为河南水灾灾区人民筹款，这体现了我们广大侨胞对祖国、对家乡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但同时，我们
还要继续为 NHS 筹款，也展现出我们华人社区关爱社会、大爱无疆的情怀。彩虹的爱，我想这爱无国界，爱不分肤色，只要是有困难、弱势的群体，都值得我们去关爱。希望今天晚上大家在享受这么精彩绝伦的艺术盛宴的时候，也不忘奉献我们的爱心，将我们的爱传遍中英，传遍我们华社每一个角落。谢谢大家，再一次祝晚会圆满成功，祝大家度过一个开心愉快的晚上。再次感谢卢海天参赞对我们音乐会的支持。正如卢参所说，我们一定能够把我们彩虹般的爱传递在英国的每一个角落，也能够把我们的爱传递回祖国各地，能够帮助河南的灾区，也希望河南的同胞们能够早见家园，恢复生产正常的生活。那么下面呢，在我们所有精彩的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打开视频，我们一起合影。好，首先我们说河南加油好不好？大家一起把右手举起来，我们说河南加油，一二三，河南加油。好，然后是下一页，咱们来彩虹般的爱好吧，然后大家把那个心形举在前面。好，彩虹般的爱。后面还有吗？第三页、第四页基本上都没有开视频。没有开视频是吧？好的，没有关系，待会儿我们可以继续留下你们的笑容，留下你们的那个爱。我们的那个捐款一直在继续，所以大家还可以就是继续捐款。在我们那个抽奖一等奖结束之前，大家都还可以还可以捐款哈。那么今天我们的音乐会呢，还得到了女王代表的关注。英国女王代表 Anna Turner 特意为我们的晚会发来了支持视频，请大家观看视频。Hello, Anna Turner, Her Majesty's representative in Shropshire. I'm so sorry to be missing out on this concert.But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I'm thinking of National Health staff and I want to thank them for everything they've done through the pandemic. I know how tired you are, but we are incredibly grateful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and we are thinking of you. I also want to raise awareness of mental health issues. If people have been taken away from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for so many months, they've been taken out of their normal lifestyle.Many people are bound to be suffering. So let's be aware of this. Let's be conscious and ask people if they're all right. I also have been made aware of the flooding disaster in China in Henan. And this concert is going to be raising funds to help them. My thanks to everybody that's putting this concert on. I know how much huge talentand the effort that has gone into it. Enjoy this concert. I'm extremely sorry not to be with you, but thank you for doing it. 我们非常感谢女王代表在百忙之中录制了视频，一直关心我们华人社团，关心河南的灾情。我们这次活动联合了 Welfare for Healthcare 的创始人 H.J. Colston。他也是筷子俱乐部的 CEO。 2015年习近平主席来英访问时，他是被习近平主席接见的12位对中国文化经济有推动和起桥梁作用的英国人中的唯一女性。习主席亲切地称呼他为中国的朋友。
他发起的 Music for the Soul 募捐系列演出受到了 BBC Radio 等西方媒体的采访。下面我们有请 HJ 为大家讲话，有请。好的，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晚上好，欢迎来到郡王的演出。我的名字是 HJ Colston Inge， 我是富力医疗 Welfare for Healthcare 的发起人。这是一个在新冠开始之初的筹款项目，我很高兴能与网春和其他中国协会合作，共同主办这场彩虹般的爱的音乐会。同时，我也是筷子俱乐部的组织者，一个基于中国和英国专业人士的社交集团。另外，我也是 Engage with China 关注中国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在英国学校里培养中国文化的教育慈善机构。因为我的工作跟中国有关，所以我在2020年1月第一次听到武汉爆发疫情的消息时，我当然非常担心朋友而伙伴的安全。我迅速与当地县的医生和医院联系，询问我们的社畜如何能够帮助 NHS 工作人员和医疗行业。我们一个月以内筹集了1万英镑。今天晚上我们能够筹集，我问你们，工作人员对收到的商业和慷慨感到非常开心。从最初的活动开始，我就开了心灵音乐，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Music for the Soul 项目。这是一个全球性的365天音乐表演，由来自世界各地和不同流派的艺术家组成。当语言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情感时，利用音乐的力量来表达和鼓励。今晚表演的一些艺术家也是为了支持心灵音乐项活动。这场爱的彩虹音乐会是一场自然而然的筹款活动，让居住在英国的中国人和西方人聚集在一起，支持国家医疗服务系统那个 NHS。而这是河南省鼠灾受影响的人筹集资金。我们的思念和祈祷与所有受困难之同在。最后，希望大家享受今天的音乐会。谢谢。非常感谢 HJ 的爱心，感谢您为中英文化推动所做出的贡献。下面呢，我们有请英国河南同乡会的王秋慧会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的灾情，有请。尊敬的王晨老师，尊敬的卢海田参展，各位同胞亲人们，大家晚上好。我在这里代表所有的河南亲人们和英国河南老乡，衷心感谢所有为河南捐款的英国侨胞们、同学们和河南老乡们、英国的友人们。感谢大使馆和卢海田参展对这次捐款工作的关注与支持。河南特大暴雨灾情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也牵动着海外华人的心。这次捐款活动中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这一年因疫情把大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大家还是尽力纷纷捐出爱心，
我们有一位老乡把自己家的存款全部捐给了老家河南，是留下了这个月的生活费。还有一位老乡，一家六口人共捐款3000磅，每人捐款500磅。一位90多岁和躺在床上80多岁的老人家，也是心系河南，不但自己为河南捐款，还让自己的女儿和朋友们捐款。一位马来西亚人华人沉痛地说，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河南人民遇难，我必须捐款。他一下子捐出2000磅，并且还号召他的朋友们捐款。8岁的丽丽看了有关灾区的新闻视频，痛哭流涕，把自己是清算起来准备去14年没完的200磅签了出来。上周四我去银行转捐款时，银行的工作人员非常敬佩我们华人华侨和中国的军人们，他说你们做的真好真棒，捐了这么多的钱。真实感人的故事太多了，我就不在这里说了。祝此次音乐会举办成功，愿老家河南抗洪救灾取得胜利，重建家园。中国加油，河南加油，欢迎大家到河南看看。谢谢大家，谢谢哦。对不起。非常感谢王会长的介绍哈，确实这些故事都特别让人感动。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是我们的心都紧紧的依联系着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亲人。希望大家今天晚上继续踊跃捐款，希望我们的河南同胞们早日建好家园，我们大家一起去河南观看，去河南看大好河山。当那个大家都把家园建好以后，我们相信河南一定会恢复到以前的模样，一定会更加美丽，更加壮观。不好意思啊，非常感谢王会长。我们下面呢，我们这一次音乐会的发起人 ，sorry， 我有点太激动了啊。这次慈善音乐会的发起人女高音歌唱家王晨老师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努力，召集了众多一流音乐艺术表演家们，为这次活动录制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就像卢昌刚才说的三高，王晨老师这几天真的都是忙碌到深夜，从节目的审核、编辑、录制、推广，事无巨事都亲自把关。下面呢，我们有请王晨老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音乐会，有请。谢谢大家。听完王会长感人的这个故事以后呢，真的是也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多为我们的同胞捐钱，能够让我们的同胞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哈，能够把我们的我们一会儿再放这个 PPT 好不好？我先再说几句哈，能够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那么我们能够伸出援助的双手。那么在这里其实我想提一下 HJ Coast and Inch 哈，我在谈到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的啊，他也是非常的支持，而且他在中英关系上真的是起了
桥梁作用，这么多年我看见他一直在为中英关系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嗯，在这个过程里，因为他比较忙，还有很多的事务要做，所以呢基本上呢在幕后啊在帮助支持着我们，所以非常非常感谢 HJ Colston。 对，他接下来还有还有一个 project 是 Engage with China，再把所有的中国的文化和音乐呢传递到我们的各个的英国学校中去，所以他在为我们传扬中国文化一直在做着贡献，非常感谢他。再一次感谢所有的嘉宾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欢乐合唱团也是一路来帮助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每每一路的支持。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音乐会。因为我们是在 Zoom， 所以呢我们就比较relax 一些，大家哈，接下来也是一个在欣赏的过程里，所以说大家可以放松自己，你可以泡杯茶或者是都可以让自己真的去欣赏这个优秀的音乐家们专门为这次晚会来制定的我们真的还有这个邱老师和李慧老师哈，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家们，我非常感恩他们不断的支持。那么还有一些新的我们今年出现的这个水立方杯的冠亚军来支持我们。好，首先呢我们是我为大家唱一首歌，是 Let's the Bright Seraphim。 那这首歌呢是选自亨德尔的轻歌剧 Samson， 是讲的以色列的妇女们在呼唤和赞美这个过程里呢呼唤天使来帮助他们来战胜敌人，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虽然是天灾，虽然是有灾难，但是灾情无情，人有情。我希望这首歌呢可以打开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同时呢我们有我们的合唱团为大家送上的 A Million Dreams， 那么这是选自这个 The Greatest Showman 里面的一首歌曲，那么希望每位朋友不管你是小孩还是大人，只要我们愿意追求我们的梦想，我们都会成功。还有我们的非常出色的世界 乐坛里面现在打击乐的独奏的表演艺术家王贝贝，那么他们授权给我们这个 Temple Percussion 是他在马尔奇演奏的一个片段。那么还有我们天边是英中表演艺术送给我们的，他们是一群呢其实是业余的一群表演者们，但是呢他们却得到了我们的全球世界杯世界我忘了是什么桃李杯，他刚才告诉我说金奖而且呢还是特别奖项，我们来欣赏他们的音乐这个舞蹈。那么还有呢我们请来了英国著名的青年钢琴作曲演奏家杨远帆，是北京艺术团推荐给我们的。远帆这位非常优秀的青年钢琴家，在去年我们疫情的时候呢也来支持我们，他们一路的都在支持我们的募捐演唱会，希望用他的才能，对他的才能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他的才能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那么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友情嘉宾 Johnny 和他的Johnny and the Jesuit， 他来唱给我们送上的一首 I Can Do All Things。 那么接下来请欣赏，谢谢。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a world that's waiting up for me, that I call my own. Through the dark,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where no one's been before, but it feels like home. They can say I lost my mind. I don't care, so call me crazy. We can live in the world that we design. Cause every night I lie in bed, the brightest colors fill my head, the living dreams are keeping me awake. I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a vision of the one I see, a million dreams is all it's gonna take. Oh, a million dreams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Oh,
however big, however small, let me be part of it all. Share your dreams with me. You may be right, you may be wrong, but say that you bring me along to the world you see, to the world I close my eyes to see, I close my eyes to see. The garden lights are lighting there, the brightest colors fill my head, a million dreams are keeping me aware. What a world will be, a vision of the one I see, a million dreams is always gonna stay, a million dreams, the world will come away,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My Lord,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are all things through Christ who lives in me. Who died for me to set me free. Christ, who lives in me, who died for me to set me free.
刚才精彩的演出真的是令我叹为观止。王晨老师美妙的歌声，王贝贝空灵的打击乐，把我们带进了无穷的苍穹，无尽的苍穹。美丽的天路，舞蹈天使们，我看到那个贾斯敏在屏幕前已经舞起来了。刚才还沉浸在娇丽悠扬的歌声里面，这么快我们就到了抽奖的环节。那么大家，我们还可以继续爱心捐款，为灾区人民送上一份我们的爱心。那么这次我们的活动呢，收到了很多赞助商的爱心支持。首先我们介绍的是世嘉房地产管理，他们连续两年被英国的 Property TV 评选为最值得关注的英国房产公司之一。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的小视频。我们英国世嘉置业在这里预祝此次的 NHS 慈善晚会顺利进行。 NHS 免费医疗系统对英国社会，尤其在此次的疫情中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我们非常荣幸能够为他们的付出奉献出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谢谢世嘉。那么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美食餐厅的那个捐助，由英国小当家提供台湾著名美食，他们家的盐酥鸡是我的最爱，你们可以去他们的网站上使用折扣码填上河南，活动期间10%的收入将捐赠给河南灾区。然后还有家家食品，他们也是全国邮寄的，他们家的凤梨酥是特别美味的，还有他们家的粽子是他们的特色，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有在中国城，大家应该知道金龙轩，还有沙县的私房菜，他们的菜名我报一下哈，有经济实惠的黄焖鸡米饭，大家都吃过饭了吧，老坛酸菜鱼，国宴菜，佛跳墙，哇，都是特别美味的哈。如果你去剑桥呢，还有剑桥的72站，由东北大菜到西南的川菜，还有南粤的名菜，他们都有给我们有那个奖券哈。那么我们还有中华艺术文化中心和青年合唱团提供了一些免费的课程作为奖券。那么下面呢，我们有请 HJ 来给我们抽3等奖，有请。好的，怎么，那么我们开始吧。3、2、1，跳。好的，中间号码是6，第二12，第三34，恭喜恭喜。谢谢 HJ。没问题，很高兴。下面我们有请 Sally。
好，谢谢颁奖嘉宾，恭喜得奖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英国华人合唱团的 Sally， 现在来继续音乐会精彩的节目表演。在第二部分的六个节目里，我们将送上演唱、笛子、古琴、太极表演等丰富的节目形式。首先是英国北京艺术团推荐，由资深笛子演奏艺术家郭叶老师带来的笛子独奏《我的大北京》。之后是我们合唱团的四位女生带来 acapella 无伴奏合唱《青花瓷》。acapella 也是我们合唱团才开始尝试的一种表演形式，我们还在不断的摸索尝试中，希望大家喜欢。接下来是太极大师李辉老师和学员带来的太极功夫扇表演。李辉老师在英国创办的德印太极学院和英国气功协会。德印太极学院将在下个月8月27日至29日举办年度线下太极气功健身夏令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强身健体和了解太极拳精神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呀！详情请看我们合唱团的公众号。好，精彩继续，请欣赏由音乐博士、古琴演奏家程昱女士带来古琴表演。程昱博士是英国中乐团和伦敦幽兰琴社的创始人，他将带来古琴演奏《平沙落雁》。此曲是古琴十大名曲之一，以1634年古音正宗谱为基点，表现了深秋大雁南飞、回首思恋的情愫，表达了情人对文人对天地任务的感怀。好，最后我们还高兴地请来了今年全球文化中国水立方杯英国赛区冠亚军王晓光和张艺琼，他们将带来两首动听的歌曲，古曲《关雎》和大家耳熟能详的《My Heart Will Go On》，这个真的是太精彩了。那么首先请欣赏郭悦老师的笛子独奏《我的大北京》，谢谢。
高楼出青花，冰封浓转淡，冰深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奏笔至此歌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余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丽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的烟雨，把我在等那一夜，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那一夜，在平地书画里放弃那一夜，就当我会遇见你不一样。天青色的烟雨，把我在等那一夜，夜色被那老桥开那几株穿世的情话，字字不自卖力，一面带笑意。天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等那一夜，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那一夜，在平地书画里放下那一夜，就当我会遇见你不一样。天青色的烟雨，而我在等那一夜，夜色被那老桥晕开那结局，
世界，同一份关爱，请支持 NHS。One world, one faith, one love. Support the NHS.
Thank you.
悠扬的笛声，独特空灵的无伴奏合唱，英姿飒飒的太极功夫扇，还有豪情的关雎，飘渺多变的古琴，经典怀旧的我心永恒，这一章又是一场视听的盛宴。非常感谢各位艺术家们的精彩演出。下面呢，我们请出剑桥华人社区中心孙伟主席给我们为三等奖抽奖，有请。三二一，好，结束。三二一，好，恭喜三位数字和获奖者，获奖号码是19号、48号、11号。请这个获奖的朋友和主办方联系，祝大家还有一个愉快的晚上，谢谢大家。好啊，接下来到我了，再次啊恭喜刚才获奖的三位朋友。啊，大家好，我叫黄鑫，是 EB 社团的负责人之一，同时也是英国啊华人青年合唱团的成员。我们 EB 社团呢，一直致力于为在英国的华人建立起相互合作的桥梁，所以这一次很高兴能一起主办啊这台慈善晚会。啊，这台晚会的主题呢，就是向世界各个角落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去散播我们的爱心。所以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由中华艺术啊文化少儿合唱团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合唱歌曲《让世界充满爱》。啊，王晨老师呢也担任了这首歌的指导。啊，在之后呢，我们的主办方之一的 H.J. Coston 的女儿 Alice Bronker， 我们的一位17岁的小嘉宾将会为我们献上他自己的原创歌曲，歌名叫 Run。 Alice 目前呢在 Bath College 学习音乐和作曲。非常非常值得一提呢，是这次他的这首原创歌曲是专门为 NHS 写的，所以敬请大家欣赏。而接下来呢，我们这位嘉宾是中英戏曲协会和豫剧协会的创始人非常优秀的民乐表演艺术家邱增慧老师，他将会为我们带来一曲葫芦丝的独奏《傣家风情》。接下来我们这部分的节目还有我们的嘉宾Janet Forrester 带来的钢琴四手联奏，以及舞蹈家袁家乐老师带来的现代舞表演。这部分呢还有我们合唱团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的 Eyes on Me 和 A Cappella Julia。 好的，话不多说，下面为大家展现精彩的节目。
Hi there, my name's Alice Branca, and for the Rainbow of Love concert, I have dedicated my song that I wrote myself for the NHS and for all of the people affected in the floods in Hunan. Thank you. Whenever I sing my songs on the stage on my own, whenever I said my words, wishing they would be heard, I saw you smiling at me. Was it real or just my fantasy? You'd always be there in the corner of this tiny little bar. My last night here for you, same old songs just once more. My last night here with you, maybe yes, maybe no. I kind of like it always.
you shine, we place your eyes on me. Oh, did you ever know that I had my mind on you? Darling, so there you are, with a look on your face. And if you never hurt, and if you will never doubt, should I be the one for you, who pinches you softly but sure? If frozen shoulder, I will know that you are no dreamer. So let me come to you, close eye like one eye be, close enough for me to feel your heart beating fast. I stay their eyes, I whisper how thy love you peaceful eyes on me. Did you ever know that I had mine on you? Darling, so share with me. Tears you're holding back, open if thy water tears. How can I let you know I'm more than the dress and the voice? Just reach me out and you will know that you are not dreaming. Darling, so there you are, with a look on your face. And if you never hurt, and if you will never doubt, should I be the one for you, who pinches you softly sure? If frozen shoulder, I will know that you are no dreamer. Thank you.
噔哒噔噔哒噔哒噔。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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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一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说你对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朱丽叶，朱丽叶，不要拖泥又带水，错一对，是非去面对。耶耶耶，朱丽叶，朱丽叶，不要让爱情枯萎，笑或泪，别后悔去体会。要懂得珍惜爱才完美。抱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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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抱。看着你走的倔强，头也不回，我该不该挽回？每次都是这样，跑了又追，你到底累不累？为什么爱情变成一种受罪，放弃又后悔？如果说你对感觉一无所谓，就让我把爱收回。朱丽叶，朱丽叶，不要拖泥又带水，错一对，是与非去面对。耶耶耶，朱丽叶，朱丽叶，不要让爱情枯萎，笑或泪，别后悔去体会，要懂得珍惜爱才完美。珍惜爱才完美。
太美了，太美了。好像还没看过瘾就又要开始那个抽奖了哈，孩子们天籁的童音 Alice 的歌声，对那个 NHS 的爱，还有深情的吉他伴唱，旋律万千的钢琴四连手，俏皮轻松的朱丽叶，悠扬多情的傣族葫芦丝，衣袂飘然的舞姿，那么所有的节目都是精彩纷呈，真的是好戏连台，引人入胜啊！下面呢，我们有请陕西的联谊会会长贾海波，会长为我们进行第二等奖的颁奖，二等奖的抽奖。谢谢主持人，非常感谢这个王晨团长啊，还有所有的这个。艺术家们和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了一场感人动人并且引人入胜的这个音乐大餐，为我们那个河南加油。好，我们现在准备抽奖，三二一开始。停止。恭喜三位得奖的的朋友，五号、三十号、十七号，恭喜各位，谢谢。哇，时间过得好快哈！我们现在到了我们的所有节目的最后的部分了。那么再一次的感谢卢参赞。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嘉宾，今天呢，大家，我看见大家真是从头支持到现在，我们确实有很长的节目，但是看到大家的一份爱心，那么我们还有最后这一个部分了，我们就要关闭我们所有的募捐的时间了。我相信呢，这些优秀的音乐家们。为大家艺术家们为大家带来的精彩的节目呢，是为了感谢每一位在这次疫情中，在这次河南赈灾中愿意送上爱心的朋友们。我们希望用一台非常丰富的节目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同时呢，也希望您知道说，在您送上爱心的时候，一样有满满的祝福和收获。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大奖，最后的大奖，一等奖等待着您，看看谁是那个lucky one 哈。同时呢，我们也是再一次的感谢今天所有的嘉宾啊，谢谢北京英国北京联合会的李海会长，他一度给我们的英国。华人青年合唱团一直在支持，真的衷心的感谢，感谢浙江会的这个联谊会的会长，黄平女士，黄平会长。那么感谢更多的，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点名了，非常感谢。更感谢的呢是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谢谢你们的爱心，我们才有这么一台非常丰富的、成功的。我觉得很满意，很成功的节目。好，现在接下来呢是我们另外一个环节，我要介绍的是叫做江里的艺术家，他是在深圳最早成立乐队的，那么他也写了很多关于深圳这个城市怎么样从一个小镇到一个现代化城市的一个过程。他是一个我们的老的音乐人，在深圳付出了，在音乐上付出了很多。我们也非常的有幸呢得到邱曾慧老师的推荐，我们得到他的这个作品是非常感人的。我们这一次的音乐会呢我们的初衷是为了 NHS， 希望呢我们在这个英国的这个 society 啊，我们中国的华人们能够献上一份爱心，能够传播我们中国华人中华民族的博爱的情怀，让我们的爱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那么刚好在这时候呢，我们的河南正在疫情河南的水灾突然发生，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河南的同胞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我们确实是一句话，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持，八方来支援，我们愿意说真的是送上我们，我记得邱老师说了一句话，他愿意用他的艺术的这些才能呢去帮助更多的人，真的很感动，谢谢邱老师，这番话真的是很鼓励。那么我们接下来请出的呢是江黎老师为我们带出的这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歌曲，对，是血脉相连。那么他还要为大家有他一遍一个短视频。接下来呢我们是要请出珍珍我们非常可爱的豪气的段珍珍要为大家送上一首你家在哪里。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还要请出的是我们的美国的女高音艺术家Horace Fraser， 她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在他的唱的轻歌剧的领域里。那么昨天他才刚刚 release 发布了一首新歌，在 Apple Music， 还有 Spotify 上面。那么他也要为大家送上一首歌，叫 Angel Band， 来纪念他的一位朋友在疫情中呢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好，接下来呢，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时间里再缅怀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那么同时呢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呢能送上你们的爱心，让你最后的这份爱心能够传递到需要帮助的人的生命里。谢谢大家。大家好，这次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在这里参加海外华人支持荷兰暴雨灾难的网上音乐会。我作为一个在深圳长大的现在旅居英国的游子了，我的根永远都是在中国的。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呢，我们在网上在新闻里都看到了很多荷兰的水灾的图片。这些受害者呢其实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之间呢是血脉相连的同胞。这些信息啊就好像在远方传来的呼唤，又像是祖国母亲的召唤。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啊就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支持国内的受难同胞。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孤单，让他们感觉到新的希望。我本身呢写歌词是不多的，只能够简单的就把自己的感觉写出来。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呢有同感，也希望大家喜欢支持我们的同胞，让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就像我这首《血脉相连》歌词里面说的，伸出你的手，把同胞身上的尘土擦干，牵着我的手，让他们知道不再孤单。伸出你的手，让珠光点燃，大地再没有黑暗。牵着我的手，让中国的未来更加灿烂。谢谢大家，谢谢大家。Where large swathes of Henan province are underwater after being pummeled by torrential rain. Weather forecasters say it is the heaviest downpour in 1,000 years. 进入关键时刻，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Thank you.
我是段真真，河南郑州人，现在身在英国。这次河南遭受到了重大的洪水灾害，我的家乡，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正在饱受煎熬。真真在这里感谢所有四面八方伸出援手的朋友们、亲人们，感谢你们的支持，感谢你们的关心，感谢你们的帮助。我在这里想把一首具有河南特色的歌曲献给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幸福，感谢有你们。我把这首《你家在哪里》送给大家。吃过白酱饭，走过街。
My name is Harriet Fraser. I'm very happy to be able to support Music for the Soul and the Rainbow of Love concert for NHS Charities Together. This song, Angel Band, was composed by William Bradbury in 1860 and has been arranged by my friend Sean Kirshner. I recorded each part in my home studio in LA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it's part of an album which will be released in October. This is dedicated to Sue Pritchard, an old friend who worked with me in the NHS many years ago, who had a long career as a greatly loved family doctor in Shipston-on-Stour before she passed away earlier this year. Thank you so much for listening.大家好，我是华人青年合唱团的泽云。刚刚三首歌真的非常的动人啊，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非常感动。
而我们的演出今天也真正进入了尾声，在这里我再次代表英国华人青年合唱团感谢大家的每一分捐助和支持。在如今全球持续疫情和河南洪涝灾害之下，我们贡献自己点滴的力量，也一起用歌声用舞蹈向所有人表达关切，传递爱心。接下来就请我们欣赏英中表演艺术带来的中国风舞蹈表演《向王行》。接着我们将请到我们的友情嘉宾女中音歌唱家 Phoebe Haynes。 Haynes 女士毕业于皇家音乐学院，曾在32个国家演出，包括英国国家剧院和中国大剧院。她将和我们的女高音歌唱家王晨女士为大家带来二重唱 Flower Duet， 选自歌剧 Lachman。 在最后也、我们英国华人合唱团再次为大家带来耳熟能详的经典合唱曲目《贝加尔湖畔》。愿大家和我一起享受今晚最后的一段美妙演出，度过美好的时光。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节目、这三个节目之后，我们将为大家抽取本晚的最高奖项，是价值1000磅的一等奖获得者，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时间捐款献爱心参与抽奖。我们在将在贝加尔湖畔的歌声结束之时截止抽奖名单，请欣赏。
古典高雅的向往行，完美的二重唱，悦耳如清澈的贝尔加湖，让我们沉醉在美妙的歌声中。下面呢，我们进行一等奖的抽奖，我们有请英国北京联合会的李海会长给我们抽一等奖。我们再次感谢所有的捐款嘉宾朋友们。谢谢主持人童老师。从今晚这台精彩纷呈、艺术水准极高的文艺晚会，我们可以看到以王晨老师为中心的组织者为晚会所付出的大量的精力，所展露的非凡的才华，
和所拥有的祖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之心。感谢晚会的所有的组织者和艺术家们，我们祝福河南人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我们现在进行一等奖的抽奖，好，三二一，别，好，一等奖的获奖号码是32号，祝贺获奖者。感谢李海会长，恭喜今晚所有的中奖的朋友们，也感谢所有捐款付出你们爱心的朋友们。我们歌唱家们的天籁之音和表演家们的美轮美奂的演出，让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相信这不仅仅能余音绕梁三日，我们的爱心，我们的暖意可以足足绕上一周一个月，一直一直的绕下去。非常感谢，非常感谢Grace 啊，我们童老师在这个整个的我们的组织这个音乐会的过程中，他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你也看到了今天他从头到尾没有停过啊，真的童老师我觉得是个宝，是个宝，真的很棒。我们很多的一些疑难杂症我们都会推给他，他就会帮您慢慢解决。对，非常感谢童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啊，我们的合唱团的小伙伴们，然后感谢我们在这里工作的还有曾毅这几个小伙伴们哈，曾毅Jenny 是吧 ？Jenny 曾毅还有黄鑫、Sally、泽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辛苦，还有夏毅，非常感谢，再一次的感谢每位朋友。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真的不舍不得大家。那么再一次希望呢，来引用一下曾慧老师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家人都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让大家能够更好。也希望呢更多的朋友们来支持我们的英国华人青年合唱团，他们是一群非常年轻的中国的年轻人，那么来在这里父母亲都不在身边，要在这里耕耘，需要更多的前辈们的支持，需要更多朋友们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献给大家。那么希望我们继续用歌声用我们的爱心去传播我们的爱的精神，让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谢谢大家。我们最后请出我们最可爱的一个我们最可爱的徐佳爱小朋友，估计他已经睡觉了送上这首歌听我说谢谢你，来表达我们对所有朋友，对 NHS 还有对这次募捐的朋友的一份感谢之情。谢谢大家。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幻，爱你唱成歌，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thank you.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谢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